安安安安，哎，很赶很赶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又要跑去打狗了。每次开台都是打狗时间，打狗时间，快快快快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先把那个画面调差一点，不然又要爆开。早上好，奥丁现在是打狗时间，现在打狗速度都是爆裂快的，大家等级都上来了，真的要，而且真的有人可以坦得住。你看，又是那个天龙炎骑在坦，有够狂！哇，看我这人，离他远一点，不然受伤的又是我。对啊，不准时一下就不见了，非常危险。哎呦，what the fuck！ 搞别人的喇白痴，但上礼拜一直进不了工会，哦，因为工会满的啊，要在那个 Discord 排队啊。我现在这样啦，我就是排队，然后我会一个一个叫号嘛。那如果他24小时叫到号，24小时都没申请的话，我就会排下去，也差不多了啦。再加上有些人没上线，我会踢啊，所以也差不多了。然后等那个一盟排队排完之后，如果二会想要移到一会的，就也可以这样子。二会我现在副会长给我同学当副会长这样子，叫号先插健保卡，是要去大医院看病是不是？超快，现在才4分，现在才8:04，我们已经剩300条以内了。大哥们越来越大了，大家等级应该都起来了啦，应该都有40等以上了。重点是打得中就好了，打得中就有差了。本来打不中的话就很硬。你很认真跟王，现在都6分打完哦。我平常这个时候都没跟到，所以我都蛮少打的。是说昨天过了蜘蛛，今天就卡洋葱了。好诶，诶，洋葱是真的难打，洋葱的那个技能都全萤幕的，不知道在搞什么鬼。我觉得如果有在工会里面的话，请工会的人帮忙打一下，我觉得比较快。就组个队，然后打一打，然后你打个尾刀，这样子应该是有差，去摸一下就好了。我记得，王不能组队哦，说的也是哦，好吧，再见。王是卡进度的啦，对不起，原来不行吗？抱歉，我在那边乱讲话，害大家误会了一下。钩子范围技超智障，对啊，我也觉得超智障，全画面根本来不及闪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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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都超快的。哎，不要让我受伤！哎，有没有机会打个尾刀呢？没有，不关我的事。哎，很屌哎，二会的那个 Void 哎，贡献度很高哎。哎，我恢复，喂，哎，我恢复度已经不错了吧？不过我没有人跟我组队，没有人给我补到，所以，今天想推一下主线啊，主线应该可以磨一下，应该可以过。你以为只有高品质才卖得好？卖得好。应该说大成很多大成功才能卖蓝品以上那种哦，你说稀有度哦，没有啦，白的绿的也很多都可以卖，你要看那个热不热门，产出量多不多。不过现在应该产出量都很多啦，然后刚该被收集的也都收集完了，所以现在就比较不好卖了。前面都蛮好卖的，现在可能开始不好卖了。就这种收集道具，老实讲，这种像这种命中的。然后它要加7嘛，然后它安全是5，所以它很容易被冲爆，所以它的价钱就应该也不怎么样，10块，对不起，当我没说，反正大概都可以卖得掉了，但是还是有需求就对了，白装都还是有需求，因为大家会要冲那个，大家会要冲这些东西，像我也想要冲命中的话，我也会想买啊，只是我已经冲到没了这样子，像这个也是白的啊，可是你看这要250。因为他就可能要到比较后面的那个，那现在如果你可以赶快到第3章打到这个的话，就卖就还可以，因为大家还会蛮需要那个的，蛮需要那个项链的，因为它可以加防御嘛。你看列表时段，对，也可以这样子，也可以这样子去看。比如说你说，哎，这个东西好卖吗？然后你就看一下，哎，卖180，然后他这边只有16个人在卖，那就那个。但是有一些就真的很多的，有那种你点下去哇，150个人在卖，那就很难卖掉，干脆拆一拆。像我就蛮常拆东西的。还有就是因为它价钱浮动的很快，而且大家都想要自己的东西被买走，所以一定会贱价出售，所以那价钱都掉超快。像我在卖这些，我也是几个小时前才挂的啊。然后我也才挂20钻，可是已经卖不太掉了，因为大家都开始在一直把钱拉往下调嘛。所以他一下子就变13钻了，所以20钻就一定轮不到。昨天还97，然后我几个小时前我想说20，哇，那现在都没了。对啊，开分身也是一个办法啦。如果你真的是无氪的话，但我还好，我没有那么
我没有那么无氪，我算中氪，几万块啊，中氪，小氪啦，算小氪吧，几万块玩这种游戏算小氪。能凑起蓝手环，做完大成功，马上丢交易1800出售，今天又去拉材料，成功就自己用了，没错，大成功做蓝装一定卖，不用啰嗦，一定是卖的，因为蓝装都还是有需求嘛，因为现在呢，现在大氪就是要什么？大氪就是要拉蓝装，拉蓝装来冲。他也可以拉材料自己做，可是麻烦。对他们来讲，拉直接拉武器来冲是最快的。所以也有人玩，就是你一开始进来呢，你先赶快，你前面时间很多，你钱很多，你先投一笔进去，然后你赶快冲到领先集团，然后领先集团，然后那个去赶快去前面，然后打一些东西，你卖，其实真的是可以回本这样。哦，命中真的不够哎，打这边已经，我的命中现在是122，大概只有五成呢，命中率大概只有五成。不过这一张的任务快解完了，我现在这张已经89%了，第十张这样啪啦哔啦啦啦全部解完，这一张就结束，我就可以去第三个世界了。今天应该可以推不少了，要多加一点魔法命中。说的也是哎，我的魔法命中很低是不是？魔法命中零啊，我不用吧？没有啦，女巫祭司系列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是祭司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我魔法命中零，目前对同一等级的怪物有54，对啊，就刚好五成而已。科，你要魔法命中？对啊，原来哦，零代表我没升哈，可是我的魔法命中没有很低啊。你看，补攻补攻补攻，啪中了，敲敲敲，全中哎，因为我高等。那我高等的话，不应该普攻打不中，技能打得中啊，不应该这样嘛，逻辑不对啊。魔法命中用魔法时有额外命中加成啊，所以是额外的啦。装制作那边可以合成饰品强化石，是吗？原来我都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，哇，这么麻烦呢、啊？几率很低，几率多少？他要写吗？25%，那就做四个啊。Nope.Nope, nope. 好啊，没关系啊，我无所谓啊。Nope. 好了，有一个，可以。我看看里面这场鬼不鬼？这场哇，肥包在这边，完了，又是前百场，麻烦。前面100名的都在这边，我决定要走一个龟缩战术了。我先把技能开起来。补血荆棘，来哟、哦、来哟、哦、来哟、哦、来哟、哦！哎呦，肥哇，肥包你很勇嘛，你太勇了吧？哎、欸，你主力输出，你不能这样死哎、欸！肥包不要，他死了。哦，打这个，他皮，这弓箭手爱皮。我用这个，抓烙丹。好，他死了。不敢，我死。跳一下，踩一下墙，躲一下。谁追我啊？花生球不准！完了，我走不掉了。I see bye，但我应该有名次吧？对啊，恢复第一名欸，每天就辛辛苦苦打这一场，好险我是恢复第一名。哼。